中的多情，露天亲像照着水滴，永远身边青春难离，不知自己要走到位去。啊，漂流万里，难道也有伤？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，很难评哎，其实头蛮大的，因为其实三位唱的真的都很不错，尤其挑这么难度这么高的歌哦，其实以我们是专业的歌手来讲，唱了这么久，其实不太会去挑这样的歌来唱，所以我觉得蛮佩服今天挑的三位挑的这些歌，其实难度都很高哦。钟颖跟雅婷，我一起讲好了，啊。我真的觉得这两首歌哦，都是你们的罩门啊！啊，多罩呢？好，讲给你听。钟颖呢，这首歌说实在的，是我现在听到为止哦，选手选的歌最难的，被你选到。然后哦，哎，这个歌难在哪里啊？除了老师刚才讲说，你要记得这些有很多地方是要你气很足去表现的，所以你是要整个通篇哦去看。你要嘛就是真的很精准的把这个拍子算好，要嘛就学村长一样全身投入，你不能站在这中间摇摆。雅婷也是，雅婷，你知道这首歌最大最重要就是张力啊，这个张力最重要的点就是在于要走到位去，然后接下来是啊，那个是不是张力最大的地方？三段哦，都要三段不一样的画面，但是你把三段最重要要表现的地方你都缩手回去，感觉身体状况有问题，所以你都保有实力不敢冲出去，很多细节也都忽略掉，很多尾音也不见了。好，你们两个要加油哦，因为今天好不容易出现一个这么好的范本给你们看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请流氓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雅婷啊，老师好。我跟你讲，这条歌你选那个齐秦的版本，我感觉足厉害，因为企划是阿德老师啊。摇滚版本它跟传统版本在不一样的地方，它的 groove 都是伊的一挂节奏，安怎行的迄所在，其实跟原本的那种唱法那种非常的不一样。当然你也抓到了摇滚的一些节奏，可是因为我觉得啦，可能对你来讲，因为你气很足，然后声音也够高亢，
可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听到了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的，中游，然后没有那么的，我觉得感情没有那么的活在里面了、啊，这是一点小小可惜的地方。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唱得很好，谢谢。